跌破，跌破就撤退，对吧？又结合什么？又结合看这个跳空阳二一位啊，这二一位不能破，最好是啊，最好是明天啊，明天看什么呢？啊，今天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它这个基点是精准回踩黄金线，明天最好是什么？基点抬高，回踩回踩不能破二一，破二一那就弱，好不好啊？只是让大家那个 T 在这儿跟大家讲的，我们要 T， 对不对？拉起就 T 啊，因为我们前期与大家做交流的，对不对？三月份交流，那十九号也与大家做交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今天还是 T 零不许追，让大家一直跟大家讲不许追，对吧？那电力板块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今天电力板块也是蠢蠢欲动啊。大家看电力板块也是蠢蠢欲动，大家看是不是？那明天不过这个。左峰，那大家是要高跑一把的，对不对？那电力板块蠢蠢欲动，那我们没跟大家交流别的，就跟大家交流前期我们交流的，一直跟大家讲啊，我们养牛，看好的小牛啊，我们抓到我们的牛圈里面，对吧？牛棚里面要养起来，等它什么，等它符合量学孵系标准，那我们大家再来学习，对吧？601991。大家来看，在这段日子里一直与大家讲什么，你是一定要等它过峰，一定要等它过峰，过峰之后我们还要看它过峰是否保底，对吧？但是激进操盘说大家可以今天它一个跳空，我们什么呢啊，我们可以建个小底仓，只是建个小底仓，对不对？就看到明天是阴还是阳啊，如果是阴它要回踩这个啊凹峰啊，回踩这个多峰这个位置组啊，如果明天是阳呢，大家还可以继续停，如果是明天是阴，大家就要注意了，怕啊，一定不能破什么呢？一定不能破这高量实力平均线，不能破，最好是不能破它二一，啊，二一平衡位，那站稳是机会，破了它就要回到回踩，就弱了，好不好啊？那我们耐心等候确认就行，对不对？让大家，并且跟大家讲的中字叠加比加很强，今天中字排入了，对吧？那昨天我们交流的600415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大家看，昨天集合竞价与大家交流的，并且昨天明确给大家讲，那师姐是什么呢？看大，看的是大趋势，对不对？它是什么？它是过峰的位置。我说别看什么呢？别看昨天它什么啊、没搭起来，但是师姐看的是大趋势啊，并且也跟大家讲，它回踩的时候平底不破，底底抬高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大家来学习，而不是早盘。早盘是什么呢？早盘不符合我们竞价要求。对，是这样跟大家讲的。那今天之前我们昨天如果有先手的话，今天是不是拉起来大家应该高抛啊，平顶不破啊，平顶不破，是不是平顶不过必然回落，是必然回落啊。那明天回踩哪个地方？回踩啊，上踩也不破围墙二一的平衡位，我们大家可以再接回来，对吧？现在一直是加强量缩，并且呢在周强当中它是过峰保底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继续看好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过一个看明天过不过阴市顶啊？不过阴市顶，大家就是高抛一把。大家看，啊，看一下，这阴市顶不过，我们大家高抛的过了，那我们看这一步步看，好不好？啊，600415，大家可以继续看啊，继续可以提领。那连阴加长腿下跌，基本已到位，是吧？今天就是确认了节点啊，与大家讲，黎明已经不远了。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下午在什么在新能源板块啊带动下，大盘来了什么围起来了，是吧？并且在盘中的时候，就大家讲，我们新能源加新科技两头抓，对不对？在早盘刚起来的时候跟大家讲，而不是今天停盘再跟大家讲，是我们要第一个，大家要先手。大家学会了抓鱼的本领，那只要板块一起，我们在板块当中找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看到咱们一些同学哈、说，那师姐多找几个哈、金猪奇牛和 A 地桥的案例，那大家看这就是300148，对吧？300148，那它就是，对不对？前期的时候给大家讲的，它是不是 A 地桥啊？资金进场，然后假跌下来，那再打上一波，怎样打上一波？是我们的 A 地桥啊，加什么？下我们的金猪青牛，它在什么地方？在过峰的地方，是在过峰的一个地方，
啊，现在什么呢？提两，提两，常态是跌，只要是它过分保顶保住以它为基础啊，提两常态该跌，那它如果以它为基础，提两为基础形成王牌的话，那它就是个金猪青牛，对不对？就看它能不能形成王牌，对不对？那常态是跌啊，大家知道常态是跌，我们首先想到跌，第一时间首先想到我们要先一个高抛啊，因为它是提量，对不对？首先想要高抛，明天再来看看才二亿还三亿，才二亿那平就是平了位。那才三亿力强，大家就是什么呢？大家还去放心大胆的替行动，好吧？你看，谢谢大家交流的，特别是八七二八零八啊，大家看八七二八零八，今天就是30%，嗯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啊，八零八。但是对于872808，对于那个新300的个股啊，我想跟大家讲啊，它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翻倍了，翻几倍了，50啊，现在是翻倍了，对，翻倍了。像这样翻倍的个股，大家就要打开涨停板，那大家就要第一时间高抛。大家也知道新那个注册制，只要是你啊十日之内翻倍的，那就会啊收到慰问函，对不对？是我们大家高处不胜寒。别看今天你啊打涨停板，也许明天碰你就来个跌停板，好不好啊？说达到高位的个股，大家不要啊，不要再去抢，你也不要什么仓位打得满满的，越拉高我们仓位越应该减下来，越拉高减下来，特别是它封不住涨停的，那我们第一时间要高抛，它又是高的，常态是跌了，好吧啊？那我们再看一下哈，002517。002517，那002517也是钱，在哪儿？是昨天与大家做交流的，对吧？今天大家嘛来个 T 零，那今天它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假阳，啊，假阴真阳，那假阴真阳牵牛带涨，怎么涨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嘛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空间，啊，看它的空间，上涨的空间。那现在它来到哪个地方呢？大家看，它现在哪个地方？它现在已经过了多峰一个地方，是过多峰一个地方，那。又遇到哪个地方？遇到天气，就谷底这个地方。明天看能不能过，不能过，我们大家高抛一把，好不好？再高抛一把，这是对于什么？对于空间来讲啊，空间来讲。那现在我们大家再来看，现在它是什么呢？还是个加长量缩，加长量缩，阳多阴少，阳高阴矮啊。它又是在一个嘛，在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当中。那在哪？我们要找风上的假阴真阳，要找上涨中期的假阴真阳，对不对啊？那假阴真阳，明天就看常态该跌，如果该跌不跌，明天涨的话，那我们结合空间。来做 T， 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63023，对吧？电力板块起了，电力板块一起呢，师姐就想到什么呢？师姐就想到前期与大家交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24号与大家做交流，那今天还与大家做交流，那20号也与大家做交流，是不是？一直在这个地方与大家做交流啊，所以说今天一拉起来的情况下，跟大家结合量不是应该高抛了？对不对？别看它在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它是个加长量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下空间，来看一下空间，大家看空间在哪？空间在这个地方，给大家讲的。不过前期谷底线是这样，应该来一把 T 零啊。那过的情况下呢？那我们再往推，推到这儿，是不是？那在此阶段它一直什么？它是过的是战略峰，大家看一下，它过是战略峰啊，过战略峰，它又今天又捅过了这个谷底，那我们还可以往上推推，往上看看。是不是？再加上这段时间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那新科技板块啊，新科技板块现在什么？已经主力开始兑现，开始帮这个低位的没大涨的个股啊，来那个资金流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大家要什么？我们大家也要在这个低位的调整到位的板块当中，而且这个个股也是主力资金啊，主力资金在前期在阶段底部啊，阶段底部布局好即将拉升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大家天天来做 T 零就行啊，我们一天不要多，我们一天就3个点就行，对不对？你达到3个点都 T 吧啊，回来回踩呢，回踩不破你的21位啊，或者上31最好，那它就我们要看什么呢？那今天它是早盘有单枪试探上方出马行为呢，才是提涨，常态是跌了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常态是跌，那我们大家第一个啊。结合量波来看，它量波是前期它是有单枪，啊试探过的，对吧？然后
你看它上方有抛压，那我们就来看，来看二一。如果你这量波呢，它是飘拢飘上来的话，那我们就看三一几何量波，好不好？啊，继续 T 啊，上方还有空间，上方还有空间，好吧？学习 T 零哈，让大家学习 T 零。这小商品给大家要 T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啊，度价值啊，要 T。并且一直给大家讲，我们手中的个股这两天啊，给我们嘛，那么节假日给我们兑现一个节奏，大家拉高就要高抛，并且跟大家中字叠加的加分享呢，对，中字头的，对不对啊？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这个啊，六四个零哈，包括六四个零一个七，它是为什么呢？跟大家交流呢？它是什么呢？它是过的这个战略峰是在多峰之上，而且在今天的时候它是什么黄金线上阳盖阴，那逢低介入七升金会在不破多峰的，会在不破战略峰的地方，那我买阴，对吧？那明天我就看能不能过这个黄金线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过这个啊背量失灵平行线，过背量失灵平行线，那过那我们大家继续提点，对不对？那不过我们再等等看它会在是会在它二一位，会在二一位不破，那我们再低吸等，好不好？再以它为基础，我们看能不能再形成毛盘，是吧？那大家注意高于风险了，大家看，像什么60188是跌停的，在盘中，大家看在盘中的时候它是跌停的，跌停砸下来，然后又拉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它是在阶段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地方，那主力资金它想出逃，它必须要什么？不断的开始拉伸啊，拉伸呢，让什么呢？让散户跟风。你看啊，还有上涨的空间，还上涨的动能。那散户跟风之后，他是把什么？把筹码啊扔给什么接盘侠，然后他什么好从中脱身。你大家看量多，你看市场可以砸下来的。所以说大家要防什么？防高位的个股啊，防高位的个股要多。几天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天的时间已经翻倍了，对不对？一直在挑战什么呢？挑战啊，这个监管哈、啊、底线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大家就像我刚才大家讲的高位的个股，大家我们不要去赌，要及时学会收，要及时学会收，好吧？就跟大家讲的什么呢？让大家不是追，对不对？像什么？像昨天给大家做交流的零啊，前天我们做交流的，是不是？那昨天呢，一个拉高，跟大家讲，你可以再回踩啊，回踩不破，那你也可以再一路回来，对吧？再踢回来，踢回来之后，那今天一个拉高，是不是大家又可以了结了？是不是可以了结了？这两天啊，这一天的时间，这两天的时间，是不是我们不要多了？我们3%行吗？3个点够了。对不对？我就做这一点，发现短线小短线，对吧？那等我们等回踩，踩什么呢？那今天已经踩二一了，对不对？它是阴，那我们就看它是阴还是阳啊？那如果是明天阴啊，那我们还要踩二一，二一不能破，二一平衡位不破，我们大家可以什么？二一平衡位站稳才能是机会，对吧？但是现在什么？它是加强量缩，我们大家就等着回踩，我们只等黄金线上两带阴，等阳升金，好吧？还可以做，但是大家要等啊，一定要等啊，等确认，好吧？小商品城跟大家讲的高点不高就是 T 啊，这不说了，还跟大家讲这个是不是？是我们20号跟大家做交流的872808啊，872808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一天与大家做交流的，这一天是不是？啊，就是这一天与大家做交流的。那这一天是多少呢？这一天是26，这一天是多少呢？这一天是个21，对吧？啊，那到现在为止，那。我们也是60%-70%，对不对？那才几天时间，一个周，大家想做什么？是大家想做什么？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讲，高处不胜寒，让第一时间大家高抛，而不是大家还在追。那今天是最热的疯狂，我们不收还等何日啊？那我怎么说？天天跟大家讲，不追不追，啊，拉高就高抛，是不是？不要闲哈、啊，师姐天天唠叨，在这个市场当中，大家一定要啊，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。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大家才能做到稳定盈利。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来投资，不是投机的，
不是来砸涨停板的，我天亮了最早杀跌的。那涨停板是怎么给的？是主力给的，不是我们追来的，好不好？啊、嗯，还有什么还跟大家讲的？这个天州文化也是要替的，对不对？并不是今天跟大家讲的，而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，今天要替30018，对不对？大家看148，这是跟大家讲，那这是也是要替的，上尖者下设替，对不对？你挥财不破情况下，你挥财不破啊，这个高量续顶平行线啊，巨型对比不破，再单向续顶平行线，那我们再领回来，是不是？是我们领回来，那这也是提到明天，长短也是跌呀，也是回踩呀，是不是？啊，说大家听就对了，拉起来哈、啊。嗯，尿不湿严重的，不健康的，是打下来的，好不好？啊。大家再看一下这个830974啊，830974啊，830974，大家看今天是精准回踩着高档实体平行线啊。那今天昨天说3，今天又说2，对不对？那昨天是5，今天是1，那1，那我们就看明天，是不是黄金线上阳带阴？那我们逢低介入七成金，你必须要站好明天，站好这个阴实体平行线，对不对？看明天能打收回马来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与大家讲，那此阶段让大家什么叠加来？业绩叠加为加分项，次新叠加为加分项，一带一路叠加为加分项，对不对？大家再看一下今天一季度增长的，大家看多少只呢？20只啊！大家看，一季报增长是21只，大家看看啊，所以说大家要重什么？重视业绩叠加。业绩叠加的加分项，而业绩叠加的加分项，我们大家要看什么？现在涨停板开始是一个发烧量，那我们大家等一等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发烧量，那我们大家要看什么？看今天啊，但是还是不涨量，是背量，那要我们看空间，它有没有空间？那上方没有空间的，那我们不关注。上方如果是大阴跌下来的话啊，那不过这个阴实体平行线，那我们也不关注。如果过了，我们要看上方空间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己来选。还要选什么样？还要选底底抬高的啊，价涨上缩的，像什么呢？像63066，宇通，对不对？我们在3月28号的时候就给大家做交流，大家看3月28号在哪？3月28号在哪？2728，而这天与大家做交流，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一季度报增长，对不对？它一直是价涨上缩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什么？今天这个板。是什么？是我们前期我们大家已经发现的，怎样发现？它在阶段底部的时候，它是阳高阴矮，阳春团阴分三，并且一直是价涨量缩，让大家不断的把筹码啊，不断把资金啊投入到这一支鱼通课程当中的个股当中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对于什么？对于在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要耐心一点，不急，只要是你不破黄金线，那我就拿；你不破黄金线，我就拿。那破了黄金线，我第一时间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破了高量，破了背量啊，破了黄金线，我第一时间出来。不破，我就一直拿。然后今天才能跟上这个主力，我们才能什么吃到这个板，而不是我们今天是追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看，大家自己找哈。特别是对于什么，对着一季度报啊，对于一季度报这些个股，大家呢来找什么，看看他们明天或者是他们。啊，有没有上涨的空间？有，我们大家明天来看一下。没有呢，我们大家就等，啊，等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与大家讲的，业绩叠加为加分项，一定要看业绩，特别是现在全测制、注册制之后呢，我们大家要业绩为王，啊，业绩为王。只有你业绩好了，你才能什么？你才能啊，有资金关注，对吧？有资金关注，那你才能啊，一点点涨起来。是不是？是大家要关注业绩啊！现在特别是一季度报马上披露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要关注次新。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次新一定要关注次新？大家看次新，那前面大家看一下来，那是不是又跟大家讲的什么中小创？今天中小创个股是主角，大家看是不是？大家赶紧看看，全是什么中小创，包括当中个股核心300，是次新。对不对？好吧，嗯，
这个不说了，刚才给大家讲了哈，0.2534咱们不说了，涨停了啊。剩下大家讲了，明天拉起来我们看看怎样走的啊。并且在盘中的时候就给大家讲，那主力是水性氧化的高手，对吧？板块也开始高低切换，那我们要跟随着主力啊，看什么？看这个光伏、储能、新能源板块当中的反抽，第一时间我们动态啊，给自己定定性，你是激进的，那你先杀回一手，玩一玩。如果是稳健的，你就等，就看他们有没有持续性，有持续性，回踩不破今天二逆位，那我们大家再动手也来得及，对不对？并且跟大家讲一带一路哈，再看一下6848478啊，大家看6848478，6848大家看它是不是一个先上后下蓄势待发，并且的也是个什么呢？不但缩量通高，缩量通高啊！明天只要回踩不破，不破的二逆位，我们还可以继续什么呢？继续大家可以继续低吸。那今天是个假阳，大家看是个假阳，是不是？假阳真就务必当心，明天不能破二一，破了二一，那它也会回来着急。或者着地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明天很重要啊。如果是该跌不跌，它也涨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看着高量续顶并线能不能过。不过情况下，我们也有一个题，好不好？上面看啊，续顶并线高量的，那下面你看自身的而已，好不好？现在市场人气开始回暖，是今天开始回暖。所以在盘中的时候，世界已经把今天的收评就给大家做了一遍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回顾，现在我们的收评只是回顾我们盘中预判的对还是不对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盘中是与大家根据量学标准与大家交流的啊，80%-90%是正确的观点，对不对？下午拉大长腿哈，大家看，比如说大家跟大家讲的这个早盘跟大家讲的，对吧？跟大家讲今天提三注意，那今天拉高必须要纪律学习，这跟大家讲的必须。大家看一下，300592，大家看300592，跟大家讲必须你要做 T 零，对不对？这多长时间给你 T 零？不做，砰，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只要大家学好了量学呀，大家也能做到这个样子哈、啊。再一个什么，我们的小花给发飙了，这与大家讲的，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啊 ，AAD 桥下金竹清油啊，是咱们一些同学说，哎，师姐多布置点，师姐就布置在它启动点，那。又把什么？又把我们的 A 金属清油，啊、战法的使用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。那大家现在还在什么呢？还在问师姐多讲点儿。师姐已经把什么？已经把金属清油给大家讲得清楚明白。我们大家要做一个有心人啊，做个有心人。那、啊、过风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高上？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啊阳阴阳是要上涨，并且它也是价涨当缩啊过顶的啊过顶的倍量，对不对？啊，并且是王牌合力，是不是王牌合力？那，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你看不明白，那这个涨停板还看不明白，而且这两天世界全部给大家讲，你还没看明白，好不好？慢慢来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啊。你看咱们这些班长跟世界学就3-4年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也成功，为什么？也是从大家开始一点一点的不明白到现在明白，学3-4年，对不对？这大家才开始学习几期。大家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慢慢来啊，知识在于不断的积累啊，在于不断的积累，好不好？不急哈、啊、慢慢来，咱们看长了啊，那大家啊就能看懂了，慢慢来，一点点学，好吧？不急啊，明天啊，那今天大家看它封板不坚决，应该大家今天应该第一时间要高抛，应该等回踩，明天一定会有个回踩不破二一位我们再说，好吧？啊，因为二一是平衡位嘛，对不对？二一平衡位站稳是机会，那二一平衡位跌破就撤退，是不是？并且早晨还跟大家讲呢，你看早晨对不对啊？静一呀、啊，是不是静一？你看看早盘跟大家讲讲的什么呢？如600629，就跟大家讲的金属清明嘛，600629。那今天是又一个，我们就要3%行吗？对吧？不要多了，别看一个板，我就要3%，好不好？慢慢来哈，静一，好吧？就跟大家讲的这个趋势呢，它是风向标，对吧？今天什么呢？今天一看这个风向标掉头了，那大家就要注意风险了，是吧？要注意高低切换了，对不对？传媒娱乐板块当中的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互联网板块当中的6018-58，是吧？
对吧？大家看。